平时家人们大家好，天师发展25周年，因为健康人类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的思想和己任，真正的改变的人生，提升大家的生活的品质，真正的成就你，你又成就了他，又共同成就了这个事业。相信是成功的开始，坚持是成功的终点，我们都成就了快乐。我们经历了25年，尤其是在几年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着，我很关心大家，很牵挂着大家。我们的提升免疫力的产品能抗各方面的疾病，我们天师人在全球4600万家庭没有一例得新冠病毒的。我为我们天师人产品和这25年来一直秉承健康人类服务社会造福于社会，取得了良好的成绩。我代表天师集团来衷心地感谢大家，我们还继续团结起来，凝聚正能量，健康人类赋予社会的这种精神还要再继续提高发扬光大。25年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和效益，真正的提升生活质量和品质，真正的健康平安是福。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83庆典，来共同祝贺我们的生日。团结就是力量，我们共同携起手来，凝聚了正能量。我再次感谢全球的天师人，谢谢大家。